think that things aren't going my way, 'cause that would be boring. Spend my last cent on cheese and champagne. What a wonderful morning. Never mind, she declined to the first date. It was only on my birthday. No matter how far, no matter wherever you are, I'm with you. Deep in your heart, my love, I'll stay when I'm away. No matter how far, no matter the way. Nearly 28 points lower compared to during former president Trump's term. 外面的人怎么这么有朝气啊？今天早上其实我本来约了要做 Pilates 的，但我在网络上礼拜坏掉了，所以我今天有约了师傅要过来修。Why are you not working？ 真的很突然，就出门的时候还可以，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连不上了。刚师傅来之后换了一个 router， 但结果还是连不上，然后他就跑出去看了一下，说好像是就其他线路的问题，就不是这一台的问题。虽然说网络还没有修好，但是我刚刚成功的约到了 Pilates， 我现在很努力的想要 prioritize 运动、健康跟生活大过其他东西。我觉得我以前有个心态，就是我觉得我忙起来的时候，我的心没有办法分成两块，说哦，我先去运动完再处理一件事情。但我最近很努力的，就是在练习让生活的东西围绕着我转，而不是我围绕着这个东西转。你们懂我意思吗？那个运动的 bra top 跟外套都是 Lululemon 的，然后裤子是 Jessie娜最近出的新品，超飘逸，超舒服，超有弹性。你看，他提示之后就收到简讯说他们想要就再进来试一次，反正就好像有一个线路被调过了还是怎么样，所以就导致我的这条线就不能用了。对，然后现在呢他们重新接好了，所以我的网络又回来了，耶！晚一点应该要去买瓶酒庆祝一下。In progress, we are in charge of that. So when? No, we'll wait for the president to come out first.Yeah, I'm home alone all day, and I got no more songs left to play. Baby, I'm not no good. K-pop tour. K-pop. You can just say where are you from. So, 你是哪里人 ？One are actually also.Working for the branch in Taiwan. 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Fewer dishes to be done. I'm never running behind.
刚在超市里面我拿了一个试吃，然后有点不好意思不买的，小孩子吃的这是鸡块吗？ Fix my tie or kiss me goodbye, swear I'm happy on my own。 啊，好，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然后呢我还在写作业，就是我们有一个作业呢，我本来已经写完了，但是我今天去学校跟同学稍微对了一下之后，我发现我有一半的作业都是错的，我等一下要重新再来过。然后小娇的 deadline 呢是明天早上9点，所以我今天就是熬夜，我也要把它做完。从开学开始算的话，哎不对哦，我应该有3-4个月都没有做过皮肤管理。像现在这个 module 我一个星期有8堂课要上，所以其实你要抽时间去做皮肤管理也不是到那么的 flexible。 所以我最近也在找就是有皮肤管理效果的美容仪。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这个 You Like 的脱毛仪，这个是我从香港带回台湾的，台湾带到这里，是我真的陆陆续续一直有在家里自己除毛的群毛。我最近找到一个效果很不错在家做皮肤管理的美容仪，也是他们家的这个超光泡美容，就陆陆续续有看到很多 YouTuber 在分享，所以我自己也有点心痒痒，很想试。它很特别的是，它把美容院那种混合双打技术导入到这个美容仪里面，所以它可以一次做到淡斑跟嫩白混合双打，像在教网球的。它里面有光学专家研发的 Dula Light 超长光波科技，等于是它突破了自己，现在可以一心二用。一边是 DPL 可以击碎黑色素，然后另外一边是 NIR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再生，所以它呢用一次可能抵其他美容仪的4次，所以更有效率。那它总共有3个功能，那第一个就是这个 NIR 牛奶肌模式，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让我们的脸看起来更嫩更透亮。第二个就是 Redness 的修护模式，那其实基本上就是全脸都可以去红。那例如说像我这边非常容易泛红的，我就会多打几下。短按这个打光键，它就有连打的效果。牛奶肌跟去红模式，我都是全脸这样子滑动打5分钟，一个礼拜打3-4次没有问题。第三个呢是这个 Brighten 的亮肤模式，那这个呢就是可以针对你脸上有一些斑啊或是痘印的地方做加强，对于那些很深层或成年的痘印还蛮有效的。Brighten 模式你这样子长按，它就有连打功能。那我通常都是打个全脸5分钟之后，会针对那些痘印或是斑点最明显的地方，可能再补打。我觉得它除了基本的皮肤管理之外，如果你脸上像我一样，就是那种很多淡淡的纹啊、斑啊，或是痘印的话，我觉得大家真可以考虑一下它。另外呢，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痛。我一开始呢，看到它红红的那个光，我也会觉得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 ，U Light 它有一个蓝宝石的冷却技术，超光泡也延续了这个设计，所以其实我们在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皮肤温温热热的，但是完全不会烫，手放上去反而是凉凉的感觉，把热呢传到你真皮层的同时，也保护了你的皮肤。做1-2周可以看到皮肤有明显的去黄。3周可以去红血丝，还有增加你真皮层里面的胶原蛋白新生。4周的话可以有效淡纹跟去痘印。我自己用完之后是觉得皮肤上妆的时候会更顺，而且皮肤那个粗糙的感觉改善了很多。大概用2个礼拜之后，就明显感受到脸上可能因为熬夜有的一层黄气有被去掉的感觉。虽然我没有正式很频繁的去做皮肤管理，但是我觉得这1-2个月来我皮肤的状态都还是蛮不错的。其实我一开始跟你们一样，可能对于这种居家美容仪都还是抱持着一种就是真的吗？会 work 吗？但现在的科技真的进步了很多，所以有一些以前只能在美容院做的科技也慢慢的转到变成这种居家也可以做到。当然凭良心说，居家的跟那些美容院的大仪器的效果跟持久度一定还是有差别，但是呢我觉得它好就好在我们真的是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做一些居家的保养，然后如果你持之以恒去做的话，我觉得它的效果一定还是在的。那这次当然也有准备一些优惠给大家，这边就是我的折扣码还有相关的优惠资讯，那所有详细的细节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记得去看一下。还是这样子，我要去写作业了，拜拜。Think it's painful, but really I'm grateful. I think I've seen this before. This is the part where you say you want me to. I say I love you. Then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累。Wait, what? Like a group? I mean, we were doing like a small group practice, but it's not too big of a deal. 现在才早上10点。
我已经喝到我今天的第二杯咖啡了，你们就知道我今天精神有多差。出门去一趟银行，因为我有些账单还没有缴，因为我银行卡这个晶片好像有点问题，所以我连取钱都没办法。我上礼拜有申请了新的一张，但不知道到了没，我一直没有收到简讯。然后我本来这两天要转房租给我房东，但我发现我的网银又不能用了，所以速战速决，不够。Had to ask a question if you happy, girl. I change your mind anytime in this happy world. Let's go and kick it, you and me, and see what love unfurls. Cause girl, I bet you love some tugging on them lovely curls. Hold up a week up after that, believe we started dating. My heart was racing, but never felt like time. 终于办完了。然后我的健康保险因为不小心过期了，所以我还缴罚款。哎姑呀。3시간한4시간집에서뭐좀홈트같은거하고그러고있지 오괜찮좋은데효과를얻어네아저회사에서잡아주셔가지고어평소에그민규의센스를느낄때가있어요어이해해주셔서고마워요아까괜찮아요괜찮아진짜괜찮아요어깜짝놀랐어요왜냐면5시네한도착했어요근데어번호가받았어요그게8시 30분오전8시반에도착했는데오후3시에들어갔다고요 네조금조금사진지약찍을게요平常穿太多 sweatshirt， 今天打算穿这件西装 jacket。其实我拍了很多的 IG reels， 但是一直都还没有时间剪。My procrastination is real， 我有三条片要剪。So yeah。首尔一年一度的首尔世界烟火节，它从2000年开始，每年都会在。然后我发现不止我们，其他组也都在这里。50 the main 여기있는거건조랑기본으로들어가는거잖아건조랑그다음에스팀은기본이고나머지를어떤거를사람들이원하는지Hello， 晚上9点了，然后我终于回到家了。我这个 module 星期三真的是地狱哦，我有连续三堂课，所以会从12点一路上到晚上9点。今天因为是第一堂课，所以比较早放，不然的话，我现在可能刚从学校出来。这堂课叫做 Career Foundation， 其实英语不是要考你的知识，而是说就是带你认识可能在韩国就业或是不同产业在做什么，然后也会邀请一些业界的朋友，不是朋友，前辈们会有 guest speaker 这样，所以我觉得还蛮期待的。因为我之前其实不算有接触过太多除了我这个领域的产业，所以我蛮好奇就是其他产业可能需要的知识经验或者是他们在做什么的。
carrying this around when I'm out and about. I think that's just another way to add layers to your... 拒绝方面没有理由拒绝，于是他伸手不打，他故意放纵这个小事，不打扰。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